在世界的屋脊有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，西藏。这是一个拥有壮丽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。拉萨作为西藏的心脏，不仅有着令人敬畏的宗教氛围，还有着热情好客的藏族人民，是探索这片古老土地的理想起点。对于时间有限的游客来说，我们特别推出了拉萨四日游，让您在紧凑的行程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拉萨的魅力，体会到西藏的精髓。在这拉萨精华游中，您将亲眼目睹西藏最令人向往的地标，从历史悠久的寺庙到神圣的宫殿，再到充满活力的市场，每一步都是对这片古老土地的深刻体验。第一天，我们提供温馨的接机或接站服务，让您在抵达这片神圣土地时即刻感受到家的温暖。我们经验丰富的藏族导游会将您送至市中心的酒店休息，以适应高原环境。第二天，我们将带您探访西藏三大寺庙之二，深入了解藏传佛教的实践生活。上午前往曾经是格鲁派中心的哲蚌寺，下午则前往以僧侣辩经和临近环境著称的色拉寺，让您对藏传佛教的学术和精神探索有更深入的理解。第三天，您将参观充满文化魅力的圣地布达拉宫，精美的壁画、金色的佛塔和金线的藏品会让您惊叹不已。随后深入拉萨的灵魂大昭寺，与虔诚的信徒们一起烧香祈福，踏上八廓街的石板路，感受藏族生活的传统面貌。这里精致的唐卡、独特的藏式、可口的甜茶、香醇的青稞酒都会让你流连忘返。晚上，我们将邀请您参加欢迎晚宴，与同行的旅伴共享西藏地道美食。第四天，在我们为您安排的送机或送站服务中结束这次难忘的旅程。选择卓玛带你游西藏，意味着选择了一段无忧的旅行体验。我们不仅提供专业的导游服务，确保您的行程安排得当，还承诺让您在探索这片神秘土地的同时享受到最贴心的服务。不要犹豫，现在就加入我们，让卓玛带你领略西藏的无限魅力吧。